在这个单元，我们要介绍一个免费日语学习啊的网站啊，这是一个由 NHK 电视台提供的免费日语入门学习的网站啊，网址在下面啊这边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网站，这网站进来呢，就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子哈，它是中文的，你不要担心啊，因为它这边已经变成台湾的啊，立体中文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在让你什么学习啊日文。然后呢，他还有所谓的教导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要看下面这里哈，他会跟你讲干嘛？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课程页面，最重要的是一开始你一定要看这个网站的使用方法，怎么去使用学习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他会跟你讲有没有要点什么东西，然后呢重复收听有没有内容啊？可以从中文繁体要注意到日语无字幕中选择，就是说干嘛让你看字幕学习，然后到不用看字幕学习啊、哦，然后嘞还要怎么样？听说读写嘛，说啊、哦，你要怎么样练习口语啊、哦？这样子，所以他这边有教你啊，怎么进这个网站，怎么样去操作，怎么样去学习啊、哦？特别注意到的啊、哦，蛮全部中文说明啊、哦，全部中文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看不懂啊、哦，这样子啊、哦，然后再来。他的课程总共有几个？48课啊，48课。所以呢，你干嘛？你可以跳转到课程页面，有没有？啊，一点，他就自动帮你跳转到课程页面，有没有？第一课问路，啊，问路。然后来注意到他有配漫画啊，他这里面所有的剧场都有配什么漫画啊？还有的做课程的音频文档，你都可以下载啊。就说像这种影片啊。啊、哦，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下载下来哈。那这边就要跟你讲一个干嘛？中文繁体的字幕有没有搭配日文啊、哦？那你就点一下播放，他就可以跟你讲。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ハルサンハウスはどこですか？哦，这个叫ハルサンハウス。あれ。僕たちの家だよね。すぐ近くです。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。こっちだよ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来我把它停一下哈，特别注意到的，这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注意到哈，这边让你下载什么文字教材有没有？啊、哦，所以你就可以点一下，就可以把你的文字教材干嘛？这边会问你有没有 PDF 档啊？48课的总共20MB 啊。仅附录的是有 1MB 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平假名跟片假名表的 1MB 有没有？那他这边就跟你讲1到10课的，那你可以干嘛下载啊？让你看得到的啊，所以蛮方便的啊。然后怎么下载、怎么使用，都会跟你讲在这里啊。所以特别注意到啊，他手机跟电脑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到，我是觉得他这个还是蛮贴心的哈，蛮贴心的，有没有？而且还会记录你的学习进度啊、哦，不错的啦啊、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到他这些资料都是干嘛？最重要的，免费啊、哦，免费下载，